位来自雪域高原的精神导师，清净无染的内心，深厚宽广，令人止不住的靠近追随。他承继了莲师的宏深悲愿，受续佛法，积浊扬清，以一己之力拯救佛教衰颓之势。他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隔阂，将佛法传扬到世界各地，无数人通过他走向了心灵的觉醒。他就是法王如意宝净美彭措。早在2500多年前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文殊根本序中对法王如意宝做过授记，名为阿字大德者，受持佛陀之正法，具慧功德诸尊敬，受记获证正等觉，将悟我之诸菩提。伴随种种瑞相，法王如意宝在1933年藏历1月初3降生于一片依山傍水的开阔地带，即现今青海境内的法源圣地多科姊妹区列。襁褓中的婴儿日渐长大，6岁时因承启文殊师子后得加持相，不经学习就掌握了文字读写，通达了显密经论的大致教义。秉承宿世的愿力，常常在玩耍嬉戏间轻易地取出佛藏品。14岁时义无反顾地舍俗出家。15岁时以无以言表的猛烈信心，承启全知麦彭仁波切，升起大圆满的殊胜觉悟。18岁时在石渠江马佛学院依止托嘎如意宝为根本上师。此后的6年间夜以继日地闻受浩瀚经典，通达了如海教理，自此开启了此生广大甚深的佛行事业。1980年，法王如意宝正式创建了佛教高等学府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。学院系统完善的佛学课程和兼容并蓄的教学方针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纷至沓来，由起初寥寥可数的32名学员，发展到如今的常住众5000余人，戒律精严、修正有成的僧才灿若繁星。1993年，纽约时报曾刊文称此为世界最大的佛学院。从吹响传法海螺的那刻起，法王如意宝就一直不遗余力地讲经说法。他公开授课，传讲浩如烟海的显密法要，召开法会，垂赐灌顶，并应邀前往亚、欧、美、大洋洲等地弘法，将深奥丰沛的佛法传扬到世界各地，并以自然流露的智慧撰著了诸多论典，
آیا زای زای دینا چین نبیشی بیم باد لگر کرد گ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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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هر گر لو زای زای سن زای 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给予众生最合宜的佛法教授，1200年前，莲师以伏藏方式密藏了诸多珍贵的法教，法王如意宝此生发掘出了不胜枚举的伏藏，在青海年宝玉泽取出的金刚萨埵修法仪轨，莲师受记此法，将极大利益以汉地为主的众生，由此扎根雪域的金刚萨埵法门得以在海内外鲜活有力地弘扬开来。法王如意宝常说，我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凡与我结缘的众生，无论亲愿，都将其引导到极乐世界。为此他不辞辛劳地举办多场极乐法会，最为隆重的一次，参加者多达50万人，一再劝导人们，凡念诵100万遍阿弥陀佛名号者，必定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其实早在200年前，大成就者菩提金刚多珠根桑银鹏就曾在未来预言中做过受记，丹坚阿拉木天喇荣沟，乌金莲师化身明镜美，比于菩萨四众眷属中，广弘显密教法如明日，立生事业顶天立地也，清净所化眷属遍十方，凡结缘者皆生极乐刹。受记明确指出，法王如意宝一生的佛行事业极为广大，凡与之结缘的人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佛学院的讲修事业日胜一日地不断壮大，正当人们在修行上渐有所获时，却猝不及防地听闻噩耗。公元2004年1月7日，藏历木猴年11月15，阿弥陀佛节日，法王如意宝在成都示现圆寂。这时弟子们回想起不久前的极乐法会上，法王如意宝似曾暗示，像这样的交流机会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一定会在极乐世界重逢。其后法王如意宝因法体欠安在成都治疗，病中通过电话和扩音器遗留给弟子们最后一句珍贵的教言，莫舍己道，勿扰他心。亲近法王如意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他的离去仿佛带走了生命中所有的阳光和温暖，这是喇荣史上
最冷的冬天。近十万信众从世界各地陆续奔赴喇荣，漫天飞雪也未能阻碍他们前进的脚步分毫。这是最后一次近距离地拜伏在法王如意宝的法体前，期间法王如意宝的头数次转向西方，与此同时天空出现了椭圆形和阶梯状的竖直形光团，种种迹象表明法王如意宝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从此生死大海谁作舟楫，无名长夜谁为灯炬。藏历十二月初三，荼毗大典在大经堂屋顶上举行，此时法王如意宝的法体已缩小至婴孩大小，通红的烈焰融化了灵塔内的钢条，而法王如意宝的心脏却丝毫未损，限量向世人展示了大圆满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流走的时光不曾冲淡一切，反而让人们对法王如意宝的思念与日俱增，自生自成续云，上师在世三喜共，上师灭时纪念共。缅怀上师的法乳之恩，学院开始在每年的藏历十一月十三日举行为期七天的涅槃纪念法会，并沿袭至今。通常僧众提前数月就开始精心筹备，大大小小的事物无不亲力操持，难以想象经堂内的坛城上栩栩如生的酥油花就是出自僧人的妙手。酥油花工艺属于五名之一，工巧明，以洁白细腻的酥油为原料，调和矿物颜料雕塑而成，工序极为繁复。耗时长久的精心制作下，佛像雍容雅致，璎珞严饰，花木风物生情，呼之欲出。期间每天都有僧众轮番供灯供水，强大的后厨团队也会悉心烹调饮食供养僧众。
法会期间，每天安排四座共修，僧俗信众共同修持金刚萨埵修法，上师供、上师瑜伽、普贤行愿品等仪轨，举行会供和共护法，从而积资进账，使修行顺利圆满，并有助于对上师升起坚固的信心。置身经堂，不禁感怀，如今我们能够直遇佛法，必定与法王如意宝当年排除万难的悲心摄受密不可分。他的谆谆教化，让我们更明晰地认识自己，认识世界，继而善用悄然易逝的珍宝人生，获取永垂不朽的解脱与了悟。无数人的生命轨迹从此不同。虽然法王如意宝的色身已然逝迹，但他的法身周遍虚空，依然在近未来际源源不竭地加持后学弟子。我们能对佛法升起哪怕丝毫的信心和体悟，都是源于法王如意宝的愿力与悲心。虽然身处末法时代，我们却如此幸运。藏香缭绕中，再在祈祷发愿，生生世世不离失。无为的信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，这是与恩师相聚的温馨时光。山，文殊加持。
法会的最后一天傍晚，僧俗信众齐聚广场供灯，灯是光明与智慧的表征。维摩诘经云：“无尽灯者，譬如一灯，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中不尽。”对于流转轮回暗冥的众生而言，法王如意宝就是照彻周际的耀目明灯，穿透云翳的皋日霞光。即使大海离开了波浪，佛菩萨的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众生。法王如意宝曾留下教言：即使有一天我已不在人世，我期望我的弟子们能够坚定不移地修持并弘扬佛法，力争将佛法的智慧之句一代代地传下去，这就是对我最好的纪念与报恩。践行法王如意宝的心愿，十多年来在门错空行母和诸多堪布活佛的齐心努力下，学院的文思修持方兴未艾，旃檀芳香自喇荣山谷源源流送，长久的利益滋养着一切众生。没有法王如意宝，就没有我们今天从佛法中得到的一切。雪域深山里面的宝藏。